小伙伴们好，今天给大家做这道菜美味可口，超下饭哦！喜欢美食的可以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实操起来喽，抓紧时间吧！接下来我要开始做饭了，只能文字打公屏上供小伙伴们参考哦，因为我要实操做饭了，不要眨眼睛，盯仔细查看步骤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视频。视频制作不易，有些素材来源于网络，如有吐槽随时欢迎和我沟通，谢谢理解。